接着下来是霞光四射队的编号11张庆福。原来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很崇拜这个刘文正。是啊，他对于偶像的这样子的一个疯狂的支持呢，到现在还是不减当年的啊。那今天呢，他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装，让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很像刘文正呢？来，他带来的歌曲是《诺言》。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不知怎么能实现。想起他小小的心灵，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。诺言心愿，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。我曾为他许下诺言，不知怎么能实现。想起他小小的心灵，希望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。诺言心愿，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。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。诺言心愿，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。